多照照镜子，很多事你就明白原因了。年轻的时候多吃些苦，这样老了吃苦才习惯。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，那你努力还有个屁用？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。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五官，为何我那么穷还可以吃那么胖？一切杀不死你的东西，只会让你留下残废。谢谢那些击倒我的人，躺着真舒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